好，接下来我们八龙来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级。赞。第一关洗四回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，其实就是转六直行就可以了。结果我们根本没转到六直行啊。二棍直接打过去，反应其实蛮好的。嘿，够了，再来是第三关，开个组合技能。啊，开错了！我带那个来干嘛？到底哦，还是过了耶！嘿，来混分的是不是？可以，这很混分。嘿，欧冠来干嘛啊？到底，好不容易觉得说他好像被这个游戏排挤，他是一个场馆，但。带出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用到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有点奇怪哦。哎，你看那面有长有宽，是这样唱吗？我的 flow 有点不太稳。我觉得有点失控。一代龙皇你敢嘴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所以我不是带他出来玩了吗？OK， 这样就永远都下不到那个水珠了。安安红安安关了眼，太快了吧！这直接破隐身盾啊！八龙什么没有，就是破坏平衡最多。隐身盾直接破。哎、欸，那个敖广根本不用带吧？敖广，你来干嘛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想知道你来干嘛的。挖坑道具，好，够了，呀，就这么简单。八龙是破每周破坏平衡的开始，就这样，速刷成功。事实证明不用带敖广了，真是。在干嘛呢？戴耀广是比较稳一点啦，这是15颗木珠盾那边。